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学第一部分呀，穿 where 衣服 clothes 穿衣服 where clothes。穿衣服。弟弟在穿衣服。弟弟在穿衣服。弟弟自己会穿衣服。弟弟自己会穿衣服。脱 to take off， 脱 to take off， 写字 shoes， 脱鞋子 to take off shoes， 脱鞋子 to take off shoes， 妹妹不会脱鞋子，妹妹不会脱鞋子。我帮妹妹脱鞋子，我帮妹妹脱鞋子，谢谢大家。